My name is Alice. Alice, how nice to see you. 电影《恶灵古堡》丧尸大军来袭，他们之所以会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其实是因为感染了实验室外泄的 T 病毒。这虽然只是电影剧情，但事实上各国的生物实验室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立刻成为国际焦点。I think this was the thing that caused Mitt Romney to call me a treasonous liar was saying, hey, there are U.S. funded, DOD funded biolabs in Ukraine that should be secured because there's a war going on. 美国前民主党全国副主委加巴德近期接受前福斯新闻主播卡尔森的专访。加巴德回忆起曾在众院议事期间，因为谈到新冠疫情，于是特别点出美国在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建立的生物实验室，全额由美国国防部资助，而且在研究生物武器。没想到立刻被另外一名共和党参议员炮轰打断，骂他叛国。And it was on the DOD website talking about their long history of funding these biolabs.Not only in Ukraine, but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俄乌开战后，中俄两国时不时抛出美国在世界各地有生物实验室的消息，但多被西方媒体定调为假讯息。加巴德和卡尔森的一番对话，有如坐实了中俄的说法。而且就在去年十一月，俄罗斯副国防部长伯明也曾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生物军事活动正在增强当中。Because they around the world outside U.S. law.Right, so they can, and it's bioweapons research, obviously. 另一方面，路透则是独家爆料指出，中国制药公司药明康德未经授权就向北京提供美国客户的资讯和数据，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但药明康德回应，不知道公司有任何未经授权就转移客户资讯给中国政府之事。针对路透报道，中国驻美大使馆也表示，一切毫无根据。And Wuxi AppTech have long been accused of threatening U.S. security. 不过，美国仍担心一些中国生物科技公司会为中国军方提供技术或协助研发，因此参议员提出禁止外国获取美国基因资讯法案，要求限制美国政府资金流向中国公司。The former spy had lived a low-profile life for several years in the British town of Salisbury. 生化武器听起来很科幻，但其实它距离我们的生活一点也不远。2018年，前俄罗斯上校斯克里帕尔位于英国住处的门把上就遭人涂了神经。毒剂，父女俩中毒身亡。事后，英国当局派出了大约600到800名军方特勤人员，花费1.3万个小时在斯克里帕尔的住宅消毒清理。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物质，有时候恐怕是最致命。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